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所以过去祖师说啊，但自勤劳解垢衣啊，不敢向人夸精进啊。他说我自己处里面的脏东西，我怎么敢跟你们说我很精进呢？修行只不过是把自己里面的脏东西去掉。所以啊，这个叫什么？具足万恨。这个具足万恨，既是对内破我们自己的啊种种的无明惑业，净化我们的这种啊这个习气业障，同时也为了利益众生，庄严国土啊，具足万恨。所以这一尊佛的名号啊，这个地藏菩萨在这里说瞻仰顶礼请问的，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所有一些要修行的都要按照这样子，这样子从始至终，从师之奋训时啊到具足万行啊，这样子。然后有没有终呢？有没有终？有没有终？地藏菩萨这里尽令解脱啊，尽令解脱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于彼佛前立思大愿，于今百千万亿，哪有他不可说劫，尚为菩萨。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地劫，时世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地劫，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束缚身后，众所清净，行住坐卧，诸天卫护，其母姓邪，常清三宝，光说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身性，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啊，到这里啊，从前面啊发菩提心啊，从前面啊，地藏菩萨在师子奉训具足万行如来面前发菩提心之后，这样的怎么样啊？无量啊，这个数字说百千万亿，哪有他不可说劫啊？这个佛教里面有好几个数字都是很广大的。啊，哪由他也是一个，哪由他到底是多少？他也是不边际。还有阿僧底，阿僧底是多少也是不知道啊，无边无际啊，不可说，不可说也是啊。这个，但虽然我们不可说，虽然是哪由他，但实际上有没有？有没有？有，实际上是有。久远劫尚未菩萨，还在做菩萨呢，履行他的大愿。
履行他的断愿。然后接下来又说第二尊佛，又是过去不可思议阿僧地劫，阿僧祇劫，十世有佛号觉华定自在王，也就是说前面是狮子奋迅具足万恨的话，这下面这一尊呢，这个是觉华定，这已经是住了啊，而且已经自在了。请问我们有没有觉华？我们有没有觉华？我们这个觉华啊，或有或没有，它本来就有，但是呢，我们没有善知护念，让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其实是不是就念自己啊？就念自己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南无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啊。如果你能常常念，那你那个花就觉悟了嘛，就开放了嘛。如果你能常如此，那就定了嘛，对不对？就定了。你常常能定的话，能与业力都能够啊，不被业力所转，那你就自在了嘛。自在了。所以所有的佛的号，你都要觉，不是说啊说他的，所有的佛号都是彰佛的德的。这个佛的德就应当我去实践的，我就应当如是去实践这样的德。所以我们听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时候，我们要问我自己：我的觉华开了吗？我觉了吗？我的心花开了吗？我的心花能定下来吗？我能定的时候，与种种外境和内境、种种的烦外烦内恼，那不被干扰，能得自在吗？那我一切法之中，能安于觉华而为王吗？不被他所转，不被他所坏。然后如来，如来，你看佛号都是这样的，每一个字号呢。为什么说讲经一个字可以讲一个月、讲一年都可以呢？因为每一个字，觉华可以讲很久，定可以讲很久，自在可以讲很久，王什么是王，也可以讲很久，如来无所出去，无所从来，如如不动啊，如来，这都讲谁啊？都讲谁啊？都讲我们的，我们的，都是讲我们的，然后这一位佛住世的时候，这一位佛呢跟众生说法，是不是也是就说这些法，让不明白的众生明白他的觉，然后让他们的觉花能开，觉花开了能安住在这个觉花之中，能够安住于得自在啊，于十方世界而成而究竟坚固不动如王啊，然后能自由自在的无所从去无所容来啊，这个如不动啊，就是佛出世就是讲这个的啊。那之所以对有根器的，对这佛陀在净土在好的地方，那讲大乘法就纯讲这个大乘法，就讲这个纯然的净心地，净心地就叫大乘，知道吗？谁都有的，诸佛也是同体的，就讲大乘。那有的根器不好呢，他就讲哦，讲小乘法、圆觉法啊，此是苦，汝当离。我们别说那个净心地那个嘞，我们还转在我们外造的这个业呢，这个五浊恶世都是我们造的业，我们自己造的业把我们自己迷惑在颠倒里面了，你说你苦不苦？我们迷在我们造的业里面都不能自拔，你更何况我们讲那么高一点，讲你的心，你的心的纯然本净的状态，如来如如不动的这个王，离这个还有一点距离啊。所以这你先不要贪着在你那个苦境当中，那个苦境就是你造的，你既然是你造的，你就安忍吧，你就不用丢，你不取也不要舍，知道吗？所以对苦的境界，你比如说地狱里面你恐惧地狱，我怕我不要地狱，我要逃出去，请问你能不能出来地狱？出不来的啊。你在地狱受苦的时候说，哦，这个苦啊是我无量劫造的恶业啊，我愿意接受啊，但是我对过去造的恶业我身心忏悔啊，忏悔恶业，对地狱不排斥，对地狱的苦忏悔过去的恶业，请问这样有没有救？救了。这个本来地狱就是我的心变出来的，我的业变出来的，那我心一忏悔了，那业就转变了嘛。
哎，所以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呢、啊。既然地狱是我们造的，那你是我们心造的，我们改变心好了，就改变地狱了，对不对？啊，就像我有时候在修行啊，我在试验，我这个做梦，那梦是不是我们造的，对不对？哎，然后我有一次这个梦里面，我就想，哎，这个心，那个梦是我的心的显现嘛？那这个梦不是真的吗？那梦可以改变的吗？那请问梦跟它可不可以改变？那就可以改变了。哎，那很神奇的，这个很神奇的。所以地狱也是这样子啊，你要想怕地狱，我不要受啊，我要逃出去，逃不出去的，四面圈都是跑不出去的。但是当你心里忏悔业障的时候，慢慢的一点一点它才会变，心态变到后来自己知道忏悔了，自己痛哭流涕了。哦，说我对不起这个啊，我害了我自己不说，我害了多少众生啊？看一个众生会忏悔了，那个心就柔软了，心一柔软，一有惭愧心、忏悔心，就能得救。所以所有的升天也好，去极乐世界之好，能给我的印象的就是他要离开了，都是这种德现出来了，啊、嗯，才是。所以有三恶道的，都是那个，哎。刚强、贪嗔痴慢疑，哎，所以这个，哎，所以佛陀不准哪，不管哪一尊佛陀，他的名号都是彰显这个他的内在的德。这个内在的德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但是需要我们众生也要回光返照去这样去修。哎，他说在这个里面啊，这个佛寿命是。400,000,000,000,000,000,000阿僧底劫啊，这寿命长不长？这么长，但是怎么样？有没有灭？还是啊？因为众生怎么样？这个所谓的佛有灭吗？佛没有灭，众生的缘没有啊，知道吗？他虽然寿命很长很长很长，但对于没有缘的众生，还是看到佛灭度了，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现在如果你真的大乘，现在你了达心地了，然后经过种种的修行，假行修的，然后啊，你越来越感受到释迦牟尼佛还在。哎，所以你看我们寺院里都是那个八个字嘛，灵山犹在，法华未散。哎，请问释迦牟尼佛的梵音已经消失了吗？释迦牟尼佛这个智慧的眼，难道没在看我们吗？释迦牟尼佛柔软慈悲的手，难道没在救我们吗？哎，这，其实不是啊，佛手还在救我们啊，佛的眼还在看着我们。但对没智慧的人、没福德的人，他就不知道。他说，从考古学上来说，释迦牟尼佛2000多年前已经死了。所以你看那个舍利子啊，都是供舍利啊，舍利只是证明佛陀所证得的真理，他在人间所讲的那些法。证明这个，但实际上释迦佛作为佛是不生不灭的，佛是不生不灭的，啊，像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他也是这样。虽然寿命这么多长，但是对于末法的，对于那些没有缘的众生，对于没有福德的人，啊，他显现了什么相法，相法的时代，哎，相法时代里面虽然是相法，但是这个婆罗门女，她自己叫束缚身后。啊，他还是信佛的，他还是愿意随佛的指导而修行的，但是只是呢，啊，他自己也受人恭敬啊，众所亲近，啊，行住坐卧诸天卫护啊，他因为他有福德，有这样子，他不管是睡觉还是走路，天神都保佑的，哎，反过来说，没有福。满身罪业的人怎么样？大家会不会喜欢？不喜欢。请问这个大家都不喜欢的人，他行住坐卧怎么样？那就惨了，恶鬼围绕。有福的人行住坐卧，诸天卫护；没福有罪的人行住坐卧，恶鬼围绕。像抽烟的人，一个抽烟的人，百千万个烟鬼跟着，你不抽他都绑架你，哎，抽你抽，你说就有烟瘾。抽烟的人不是自己要抽啊，明明知道抽烟有害健康，为什么？
他被烟鬼绑架了，他必须得抽啊，抽了他缴税啊，向烟鬼缴税啊。喝酒的人酒鬼跟着，哎，好赌的人赌鬼跟着，好色的人色鬼跟着，哎，就是这样，哎，所以什么人你就有什么业，你什么业就有什么力量跟着你，业力跟着，哎。但是他的妈妈，他妈妈其母姓邪，常清三宝。因为是在相法之中了，相法之中什么样呢？相法之中比我们还好一点，我们现在是处在末法之中啊。那相法就佛陀涅槃之后啊，正法五百年啊，然后这后面这一千年相法啊，那当时那个印度啊，那些啊，像那兰陀啊、玄奘大师去啊，那个时候还处于相法之末，那已经是属于相法了，但相法之末了。那个时候佛法在人间还是很昌盛的，证阿罗汉的人还蛮多的呀。那比我们现在强啊，但这个时候你看，他妈妈在相法当中已经对三宝不恭敬了。因为什么？他因为在看到佛像啊，看到经书啊，看到出家人呢、啊、他说这佛像泥塑木雕的呀，哎，这是假的呀。书这写的这个字，谁都能写书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他看这个书，他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对于出家人，那出家人是凡人做的，剃个头就做出家人了，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他在相法之中，他这时候对三宝已经生不起恭敬心了。请问，父母对我们有没有恩呢？但是我们小孩子懂不懂啊？小孩子不懂的，小孩子，哎，照样放赖啊、哦，照样那个拉妈妈衣服，有的还拉妈妈头发，打妈妈啊，这个为了自己的，他不知道妈妈是他天底下最最最最最有恩的人，小孩子不懂的，反而以有恩的人造罪业，对不对？请问三宝有没有恩呢、啊？特别是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的三宝，他还不是极乐世界的三宝。极乐世界连那个连小鸟都会念佛念法念僧啊，娑婆世界诸佛菩萨要有怎样的力量，披精进铠甲忍辱衣服，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五浊恶世里来，而建立起三宝的形象。为什么？就是要救我们啊，到五浊恶世来救我们是不容易的啊。你像我师父好了，为了把佛法保存下来，那么被批斗他也不退，照样跟他们辩论啊，自己无论受多大的苦不退是对三宝的信心，只要给他机会马上就建寺院，剃度出家人啊，收徒弟。在逆境当中，那他为什么不那个呢？他要为了自己的话，那我可以放弃嘛？你说我不要信，哎，你说信要打你，你只要不信啊，就你有好日子过，啊，好，他都为什么不说我不信呢？哎，他们说，你们学佛的、信佛的是迷信，封建迷信。我师父说，我迷什么了？我也没喝酒，没抽烟，我迷什么了？我脑子清醒得很，哎。跟他们辩论，但是毕竟受欺负嘛，那个时代、啊、你跟他辩论还了得，给你戴高帽，给你游街、哎、就去侮辱你嘛，哎，让你 受委屈啊，这样的就是这样。你可以知道那佛法在人间是不容易的哦。我们百岁宫，那百岁宫无暇禅师文革的时候，徒弟们把他放到土里埋起来啊！等文革之后，还有几个师父还没死啊，还知道埋在哪里。把他挖出来的时候，埋的时候把他撑的那个铁杠子啊，铁都烂掉了。他的肉身埋在土里面洗洗还是好的、啊。为什么无暇禅师要这么坚持啊？铁都能烂掉啊，他肉身都不烂啊，为什么？
无暇禅师现在那个手势，百岁宫里那无暇禅师手势，他不是一开始是这样的，他活到120岁才涅槃，涅槃3-4年之后才被人发现。他用血抄经抄了100年，用自己的血，吃没好吃的，在山里面修行，没人知道的，然后还把自己血抽出来抄经佛经，涅槃之后被人发现了之后，才把他起庙把他供养起来。康熙年间，哦，大殿着火了，徒弟们就哎呀不得了了，大殿着火了，火也救不掉，怎么办呢？这个肉身像不能烧了，然后就来抬这个无暇禅师的肉身呢，抬不动啊。那警卫了跪下来磕头啊，祖师啊祖师啊，活可不饶人呐、啊！你赶快显神通啊！你要随我们愿呐、啊！你要赶快撤出大殿、啊。结果就是他们在磕头在求的时候，无暇禅师结果两个手就这样哗抬起来了，一抬大殿的火哗就灭掉了。哎，你看，哎，一直到现在百岁宫。哦，无暇禅师就是这个手印，现在这个手这样抬起来就这样的，给我们做证明啊。大殿的火可以灭掉，这个铁可以烂掉，他都坚持着要在人间要度化我们这些刚强的众生。哎，就这样，那个九华山有27尊肉身呢、啊，这经过文革都被坏掉了，人要刻意去坏有什么办法？哎。我们那个六祖禅师在文革的时候，他们说把六祖禅师去游街，结果把六祖禅师啊去游街，抬着六祖禅师去游街，游街了完游下来了之后，哎，批判啊，他、哦、对着六祖禅师批判啊，吐唾沫砸，然后他是假的，告诉大家这是假的，哎，磕头啊什么迷信都是骗人的，然后现场把六祖禅师。把身体砸开，里面的物脏掏出来，大街上扔的。你看，这个众生多少刚强啊！他可以灭火，他可以海枯石烂，他都那个。但是我们要造恶业还了得啊！啊，我们住的那个惠泽寺边上天童寺的也是有一个肉身，有个肉身。文革的时候，红卫兵冲进去，把他的头给砍下来，结果砍头的那个红卫兵被车压的头压掉。很惨的，他把头砍下来之后，头不是扔到哪去了，哎，结果那个身体因为这样被破坏了嘛，就也我问他们，也不知所踪啊。九华山以前20多尊肉身呢、啊，经过文革，现在就保护了2尊，一尊就是无暇禅师埋在土里没有烂，一尊就是肉身宝殿的金乔觉还在，就剩这2尊。好在文革之后出家人又回寺庙又开始修行，现在到现在短短30年来又出现了至少6-7尊肉身菩萨了、嗯、我们佛教界修出的肉身所有天下的科学家都给他难倒了，科学的哎，就这一个肉身就难倒了，他就没有办法解释，人怎么可能不腐烂呢，没办法解释的。所以我做的那个香河老人就是你看啊，他到现在还是人体科学院的研究对象，因为研究不出来，没办法研究啊。我们佛教里的很多现象都是现在的科学是根本没办法研究的，研究不出来的，那也就知道我们现在科学还是很幼稚的，很幼稚的。那这些肉身要在人间就是要给众生做证明，哎，做福田。所以这个世界现在真的就这样，想学到佛也是，你看看这也是佛那也是佛，这也是佛教那个，但是你要真想学到佛，你要真要用心的，你不用心啊，我跟你说你怎么学到真实的。所以我有时候也感叹啊，这个末法时代啊，但是当时他这个在相法，这个相法这个母亲已经信邪，他在就不学这个，不学正觉，不回归正觉嘛，那就是邪的嘛啊，对三宝常清三宝，三宝如果在面前我们轻慢不恭敬，这就是有罪的。也就是说就像母亲一样，你对母亲轻慢，你对母亲不孝敬是有罪的，因为母亲是对你最有恩的人呢、啊。三宝是我们最有恩的人啊，那个特别五浊恶世啊，
三宝呢是最最有恩的，超过父母啊，父母只是生你啊，给你吃，给你穿衣服啊，三宝是让我们永脱轮回的，成佛做主的。所以如果轻慢三宝，这个罪过非常非常重的。事实胜于广说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儿慈女母未全生性。一个性很难生的，为什么我们叫念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佛同时又告诉我们很难性，这是难性之法。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嘛，每个人都有无量光无量寿的，你相信吗？很难相信的。佛就是所有的这个心修到圆满了就是佛了，我们这个里面还夹杂有业障，所以是众生，但是我们的佛性是完全具足的。所以这个婆罗门女怎么样子的广说方便劝诱，你看，请问他所做的这个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做的？这个是不是一切菩萨做的事情啊？但是这个对象呢，度化的对象怎么样？令生正见，他的正见能生起来吗？很难。请问这个很难，这个母，这个为其母，这个母指的是不是我们啊？我们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诸佛菩萨广说方便，对我们劝诱我们，我们也生不起正见呢。啊，虽然偶尔生一下，生了又不信了，所以叫未生全信，未全生信，偶尔信一下，隔回就不信了。哎，有的是到庙里来，哎，做个法会，信了，又回去过两天，这个不能信，哎，是这样的，啊，所以他啊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所以这个很那个的。佛三宝本来是我们众生最有恩的，但是如果面对三宝，我们硬生信不生信，硬生恭敬不生恭敬，反而如果以三宝造恶业的话，下堕地狱会更严重。这也正是诸佛有时候悲悯我们啊，佛有时候不现佛身，现菩萨身；菩萨有时候不现菩萨身，现声闻缘觉身，给我们现一个，哦，我只是出家的，我只是出离。其实他不是，哦，他是外现声闻的形状的，内秘密的埋着火热的菩萨心肠啊。哎，但是呢，他不能跟你讲法，他跟你讲法你要诽谤的，他不能来度化你，他显现一个独觉声闻。啊，或者是吗？显现国王大臣，显现一个有钱的大老板，对不对？有的你这普通的我出家人讲法他不听的，老板讲，初一十五大家都吃素啊，哎，大家都是吃素的，哎，带你们去朝山拜佛去啊，哎，大家都跟着一起朝山拜佛去了，我带你们皈依三宝，大家就都皈依三宝，想，哎呦，老板这么有钱，你看，哎，这个学佛真好，哎。他就是假的好了，他也跟着老板后面啊，他为了那个，他为了让老板生欢喜心。但是你真出家人，你给他那个，他说我你出家人跟我一点利益关系没有的，我在你身上图个什么？他一点，他觉得你对我一点好像没有什么，没亲戚关系，也没有利益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我为什么要听你讲话？哎，我听你讲了，大概我最后你还要给我化缘。我离你远一点啊，所以现在连出家人好嘞，我如果别人啊擂鼓作威啊，这个旗鼓喧天啊，这个两相排列，结果我做了一个 QQ 下来了，
你想想看好了，那这个世间人他就是这样的嘛，你什么样他就有什么气氛嘛，对不对？哇，哎，那你肯定就不像嘛，对吧？哎，他就是要好像大家看，就是啊，你想在国外的时候警车开道哦，然后再找几个人戴着墨镜边上的给你站着，那就是你印度就是这样的啊，印度每一次他们那个他婆罗门的那个节日的时候，就是各个长老出来的时候，就是哇，都是保镖都在两边站着，哇，那师傅保镖越多代表师傅级别越高啊，然后你有五个我有十个，你有十个我有二十，你有印度保镖，我找几个美国保镖，哇，那个蓝眼睛绿头发的做保镖，哇，就觉得这师傅肯定厉害，你这么多外国人给他做保镖，你看这个现在啊，你们这个印度每年都是的，那个法会出来都是哇，那个车那个很夸张的那个车弄的，然后那个师傅坐在上面哦，都打扮的就像神一样，然后下面的保镖都站着排着队啊，这个车花车这样开过去，然后这就代表他们这每个团体啊，也就是这样的。哎，就是说那你要有重量，哎，你要有重量，你没有重量别人他不被你影响啊，哎，不被你影响。哎，你像那个体光老和尚上个火车都别人都不让他上，他说你这个衣服这么破这么脏，他说我老和尚心里很干净，哎，他管你心里很干净的对不对？这个世间他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哎，所以地藏菩萨，你看地藏菩萨威德更大啊，那要到哪儿还没去呢，那个宝云就已经先去了，对不对？那地藏菩萨修的这就是啊，这个威德力啊，他也是种种的嘛，叫劝诱，对不对？种种方法啊，广设方便劝诱啊，对度众生就是这样的。但是就这样的话也是啊蛮难的，哎，所以堕落在什么无间地狱啊，这个啊，只是讲的无间地狱，这个啊，无间地狱什么样子的啊？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哦，这个哦，听到都地藏菩萨名号哦，赞叹、瞻礼、称扬、称名啊，塑化，哎，都沾光啊，都能33啊，百返生于33天。那请问大家喜欢不喜欢提地狱啊？不喜欢的。虽然我们都是地狱恶鬼畜生里来啊，不知道多少次啊，但是我们那些不好的都忘掉，就记好的，哎，只是幻想的好的，对不好的总是不去啊，不去那个的。十婆罗门女知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趣，随卖家宅，广求香化，集诸共聚，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仪式中，塑化威容，端严必备，十婆罗门女瞻礼尊荣，背身敬仰。就是敬仰也要分好多个等级的，你是一点点敬仰，还是很多敬仰，还是很多很多很多敬仰啊？就是这个是当时这个婆罗门女，她就她妈妈不相信因果。请问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的那么多妈妈都相信因果吗？那这些妈妈们不相信因果，死了之后会不会去恶趣啊？什么叫恶趣呢？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如果不信因果，这就是很可悲啊！你我们现在如果做市场调查的话，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相信因果？我们就是初初学佛了，表面上来学佛了，我们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来说服自己相信因果，是不是？是这样的，不是说一信佛了就相信了，更何况不信的人，不信佛的人根本不相信因果。
因为这个因果的看不见摸不到，我们总是说啊，看得见摸得到的，所以要信因果啊，真的是不容易的。那这个世间，我们这些世间广大的妈妈们都是这样啊，不记因果，当记当随业，那要随着他的这个恶业去，因为他不相信因果，所以他就感造恶因啊，感造恶业啊，他反正想。有的很多人想，这个人一死一死一了百了了，所以既然一了百了了，那不及时行乐啊，什么快乐做什么？哎，那就眼耳鼻舌身意，什么让他的啊，让他能够陶醉，他就做什么，他就不想这些，我以后会果报啊，不相信因果的人，他就是这样。所以这样的人，他不怕恶业。反过来说，他也不愿修善。他说：“为什么我要修善呢？我修善不吃亏吗？哎，对不对？哎，我们信因果的人觉得，哦，我买放生，买来放生，把它放了，哦，我以后的身体会健康，然后我放掉的这，我给他念经念佛，他以后会解脱。”不相信的人，他觉得哎奇怪哦，拿着钱100块、1000块、10000块，有时候听我们说一放生了10万块，他就觉得，哎呀，那拿了10万块钱买来又给他倒到河里了。他说你们这些人愚痴不愚痴啊？哎，那有的人指着我鼻子骂，他说你罪过，这一车鱼就倒到水里放掉了，你罪过，他妈罪过，哎。那你想他怎么可能？他拿钱来，然后他觉得一点没有的，他就把那个鱼就丢掉了。他说那个水嘛，打的水漂还听个响呢，对不对？你这就买来就放掉了。他说，哎，不吃还把它放掉。他不相信因果的人，他是很难想象这个的。所以他不就会戒恶，也不肯修善的。那不修善也不戒恶的人，那肯定是堕落恶趣的。那既然他们堕落恶趣，那怎么办？他也不相信，他也自己不会信因果，也不尊敬三宝，他不戒恶修善，也不会修福，那怎么办？那我们这天下这么多妈妈们都这样，那怎么办？那我们这些子孙有没有责任呢？哎，那你看，十婆罗门女啊，这个是干嘛呢？随卖家宅啊。哎，请问我们能做到这个吗？我们能做到吗？为什么在相法当中，最后，哦，他都听到了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跟他讲话？为什么会？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末法时代，我们也看不到佛，也听不到佛。听到的呢，很可惜。如果谁说啊，我是什么什么佛跟你讲话，有可能你别相信，有可能那个是鬼。哎，我们末法时代的业报就是这样啊！那很多那世间的巫婆神汉都号称说我是什么佛，什么是菩萨，千万别信他，你信他就倒霉了。末法时代为什么也不见也听不到？那就相法时代好了。那婆罗门女是怎么听到他现前的？你看他妈妈去世之后，他为了他妈妈随卖家宅，广求香花，集诸供具，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啊，你想想看，我们如果父母去世了，我们能够这么做吗？我们能是这样做吗？有几个是这样做的？有没有？你有没有见到过？见没见到过？我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哎。啊，我们只是啊，在黄梅戏里听到那个什么董永对吧？啊，爸爸死了啊，把自己卖了，买个棺材给爸爸入葬，啊，没家财好卖，把自己给卖了。啊，那其实我们社会上这种很少的，那婆罗门女她就是卖家财啊，这个。那为什么平时我说我不化缘、不攀缘、不干什么？因为知道众生对钱执着，非常执着的。你跟他要钱，他就说我宁愿不学佛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不问你要钱啊，甚至什么都免费啊，免费免费
啊，超度免费，法宝什么都免费。有时候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每次地藏经我读到这一段，我就想，哎呀，你看，啊，那个这菩萨就是菩萨，菩萨为了妈妈不计一切代价，先是外在的房子，哦，家里的金，所有的值钱的都给他变成那个啊，用香花供具就供养寺院，供养出家人，哦，然后看到佛像啊，啊，佛像啊，塑化这个端严必备啊，所以佛像庄严很重要啊，佛像庄严很重要的。我们以后要做佛像，就是要做很庄严。说今天你看，这次我们你看我们佛像都庄严吧，网站里找啊找啊找啊找这些最庄严的啊，清晰的。哎，人一看到庄严的佛像，心就生欢喜。但是我们现在末法时代，你真的要想找庄严的佛像，还真不容易。哎，要么就是身体比例不对，要么就是个头比例不对，要么就手比例不对。哎，要么两个眼睛一个高一个低。所以我这个看佛像，我很仔细的，我这看佛像很仔细的，五官端正，耳朵大，每一项都不能缺。眉间白毫，胸间万字，啊，头上罗髻，头顶肉髻，一项都不能缺，缺一项它就不是佛的。佛是32相具足的，但是现在这世界上，哎呦，很难。特别我们中国那个文革之后，做佛像基本上都不信佛的，做佛像靠他赚钱的。然后呢，你不信佛，他也不去研究，哎，照葫芦刷画瓢，然后呢，佛像弄出来好了。哎，就是那个万字好的，你出去看，90%的万字都是反的。哎，你跑到印度看连牛的，别人画的牛身上的万字都是正的。哎，到中国佛像身上的万字都反掉了。哎呀，这就是真的末法时代，真的没办法啊，很可怜的。哎，所以这个佛像一定要做的庄严很重要，但是最主要什么？我们对佛像就是要升起这种恭敬啊，所以婆罗门里瞻礼尊荣，瞻礼尊荣，背身敬仰，哎，说对三宝要仰视啊。所以有时候有的学者来跟我那个，我就说，你虽然在研究佛法，但是你把佛法你在俯视佛教，所以有罪的，越研究越有罪。我也在观察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观察大学里有很多什么啊，那所谓研究佛教的人，一看满脸黑气，因为他以这个佛教为对镜，然后他是俯视佛教，越研究越有罪。佛教你要仰视啊，他是来救你的，这是我们恩呢、啊，恩人呢、啊。你哪怕不懂，你不可以不敬，对不对？不懂不要紧，慢慢学，但是你不敬。甚至以不敬的心去研究，那就糟糕了。哎，所以这里面叫你看，背身敬仰，仰视佛陀，恭敬佛陀，这个姿态很重要。哎，你像我们那个，我们这里99米地藏菩萨，那我们总要仰视了吧？不仅头要仰视，心态要仰视，不说头仰视，他心里蔑视。他如果那么想，不就糟糕了？所以虽然是99米，但也有人心里面并不仰视他，啊，所以哪怕是很小的一尊佛，所以我上次讲法的时候就讲到，哪怕很小的一尊佛，那佛有大小吗？佛没有大小哎，看到佛当意念真佛啊，哎，哪怕这尊佛是泥巴捏的。那请问，那佛到底是哪？那是有金银铜铁的区分吗？哎，佛就是佛，再小他也是佛。所以那懂的人，在小佛当中也能见到他的大方广，也能升起恭敬之心。哎，那如果不懂的人，就是99米地藏菩萨，照样在他面前造罪造恶业。哎。所以就是我们要讲经，要说法，要让我们真正的了解佛法的，能够佛来救我们，我们还得配合呢。你不配合，依着佛也会造业的，而且依佛造业那个罪是很重的，很重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
我们好好的回去回味回味这个婆罗门女啊，为什么能做到这样，我能不能做到这样啊？如果你做不到，那你怎么见佛，怎么听到佛的声音呢，真理的音声呢？因为你的心就虚伪浅贪，被这些覆盖着嘛，业障着嘛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哎，今天就到这里。起手本然尽心地，无尽佛藏大慈尊，南方世界永相遇，相遇花云间。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传真：0398987870398987，0398987。新逢教孝月、吉祥月，慈悲置业台南分会恭送地藏十轮经，恭请湛信法师主法，
日期7月19日至8月27日，时间每日下午2点。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一律采直播方式共沐佛恩。现场无法立牌位，请上网登记为往生49日内的亡者回向，亦可登记毛孩。我是罗一君。如果您是 COVID-19 确诊者，绝大部分情形是可以在家中进行居家照护的，请注意自身症状，多休息，有需要时可与居家照护医疗团队联络或安排视讯门诊。此外，确诊者会收到自主回报疫调系统的简讯，经检核身份无误后就可进入系统，提醒您一定要完整填写疫调单内容，也请告知同住亲友、任职公司或就学联络窗口等，依指挥中心的规定进行相关防疫措施，照顾自己也保护他人，让我们疫苗打3剂，一起做防疫。说到皈依呢，我们一定要了解佛法修行的第一步应该学到的第一个内容就是皈依。根据噶当派的传统啊，一位具德的上师带领一名聚气弟子的时候呢，需要按照佛法的次第慢慢的来教导他，而且呢一切修行的开头就是皈依三宝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的。以前呢在康区有一个人呢想要在一位上师面前领受教法，他跟上师说您一定要从头教导我。于是呢这个上师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就在这位上师啊打开经书想要开始讲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问题。可能因为这个上师没有太多的修行经验或者什么原因，因为很多佛经的开头写的都是梵云、藏云还有续分等等，这位上师呢就实在不知道哪一段才是真正的开头，直到最后呢也完全没有找到开头在哪里。后来呢就有人请教了波多瓦大师这个问题，波多瓦大师说佛法的开头就是从皈依开始。那么在皈依之后啊第二步就是要顶礼三宝。所以呢卓杰呢在全文的这个首句写到的就是顶礼三宝或者礼敬三宝。那为什么卓杰要最先写到顶礼呢？这里呢我们要了解一下有关顶礼的两种必要。一方面呢这符合了所有大德和圣者一贯的做法，另一方面呢通过首句顶礼可以令所要开示或者将要去做的事情终得圆满，不至于在进行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障碍阻力导致呢最后
前功尽弃或者半途而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基本上在做善行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行持佛法、讲法、著书的时候，总是会出现一些障碍。比如说我每次讲这些比较大的课程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障碍，甚至有的时候呢，一些佛行誓言呢，会严重到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成。这些障碍里面呢，其实很多都是由于福报、福气不够而造成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曾经的一些恶因而导致的恶果现前。所以呢，想要避免或者说消除这些恶果、障碍等等之类的问题，唯有通过累积自己的福德，增长福气，来化解和消除，从而呢使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顺利圆满的完成。那顶礼礼赞三宝，实际上就是在累积福报。这种方法呢，其实就是通过自然规律或者说是缘起的力量，因果缘起的道理来达成我们的目标。那顶礼的对象又是谁呢？就是三宝。通常在佛教当中呢，无论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之前呢，第一步要做的事情都是皈依三宝，然后在礼拜和供养了三宝之后呢，才正式开始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基本上这是所有佛教宗派都通用的一种规矩和做法。说到顶礼呢，据说阿底峡尊者他有一尊小佛塔，他平时呢都会随身携带，然后呢每每遇到一点点这个令他不安或者不知所措的时候呢，他都会拿出小佛塔，然后呢在他面前献供祈祷，之后呢他的心里呢就马上就会觉得比较踏实和放心。所以呢直到今天呢，周杰事业的影响和这种流布啊有多么广大和深远，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目共睹的。不管是他写的著作也好，还是其他的任何佛行事业，都是那么广为人知，深入人心，历经千年仍旧为人传颂啊。这一切都是证明了他的所作所愿全部如他所希望的一般圆满实现。当然呢，这不仅仅是尊者自身的力量和加持，同时呢也是他不断的祈行三宝、供养三宝、累积福报的实际证明。而觉悟者的这种对三宝的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全方位的透彻的了解三宝功德的基础上，通晓有关三宝的所有知识的情况下，才升起的一种全然的信心。不是像我们这样啊，只是比较表面的，没有深入学习的那种，经不起太多的考验，甚至呢还有一点情绪化的信心。求解的信心的那种层次啊、深度和这个质量，都是我们应该去学习和效仿。